折风大户，如果你看到是先天卦，先天卦的时候哈，北人南向，主大贵。哦，北方人长得像南方人，斯斯文文的。那一人两母，为定数。如果你是北人南向，才会有一人两母的现象。哦，南人北向，南方人，你是台湾人和江浙一带的人，那长得什么孔武有力，哦，浓眉大眼。南人北向呢，主大富。哦，不是船长的大富。哦，然后会有这种现象，姐妹呢共侍一夫。哦，这是什么？哦，那个有一个某某建设公司的老板，你叫啥？有时候我帮他算。哦，八牛人呢忠诚。如果你是先天卦是折风大过，那你又是八牛人。哦，中成功。遇到八牛人的时候，这都是有顺序的。八牛人的话，先官后商大吉。啊，那折风大过个性呢，都是外柔内刚。啊，人心之人。啊，非常有人心的。啊，人心的。八牛是什么？猪嘛。啊，后天卦。后天卦，那个人的大运第二个大限开始的时候，进入后天的时候，如果是折风大过，他就是在社会上训练出来以后，他成为很有栋梁之才。好，栋梁之才，但是呢无科甲之实。好，有的人呢他书读得很好，但是他不见得一定会有科甲。但是折风大过的后天卦，折风大过会受到人重用。好，会受到人家重用。好，但是处事不争。那国民党对以前这种人呢，就想办法黑官嫖官嘛，啊，像马英九啊，都赶快给你加班，翻个加班证，然后录取你，然后从此就不翻，哦，了解了是吧？啊，但是处事呢不争，啊，做事情呢不够艰辛，啊，不艰辛。那婚事呢有破。后天卦折风大过的话，婚姻会有问题哈，不知取舍，啊，不晓得要还是不要，实际上婚姻还是破，你自己取舍已经不能决定，对吧？所以一个官人后面两个喜是分开来的，好，喜是分开。流年卦比较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在看的时候，最重要的看的是流年卦，啊，因为先天卦我们还要用数据加减。流年卦的时候不需要，你直接批下去就好了。好，流年卦，流年卦，如果你那年是折风大过，官司有送，哦，有的打官司一直在打，然后婚事啊不成，你那年刚好红雷惊动化忌，好，哦，任官有凶，当官的话会有凶，当官先成后破，哦，好，哦，像徐立德。蔡振州关他什么事？上来就刚好碰到蔡振州。好，如果女孩子的命逢到刚好流年是红鸾星，比如说她十三岁逢到这个折风大过，你还这样子批啊？哦，这个嫁入豪门，好，一定是在婚姻的时间，比如说25岁、26岁啊，红鸾星动的时间，刚好逢到折风大过。这时候女人会嫁入豪门，懂不懂我意思？那小有个女孩子6岁，刚好流年是折风大过，你还是给她说好，就是那时间也看看嘛。好，这个大过卦以后呢，坎为水，重写，两重的钱在里面。哦，先天卦如果是坎位水，出路啊，从小到大出路艰险。好，好，祸害
哦，暗生。啊，常常会受到灾害。但是一般先天卦祸害生的话，这个除险哈，他会处于险中，来不制止，因为他不知道节制，所以很多人被人家杀掉回来，自己在之前可能乱炫耀自己多有钱，多怎么样子，结果他才好出现这种凶杀的事情，啊，牢狱官司，啊，蟠桃，啊，这是批他前面30年、40年的状况。这种人呢，坎为水的时候啊，不做官人，哦，绝路险，财路啊，地位绝路险招，他不会去当官的，哦，只在绿林称英雄，哦，诸位就知道他在现在冲下外地籍，现在绿林讲的黑社会，哦，外地籍，哦，偏向西方，都会这样往西方来。这个有个天机在这里，逢牛，哦，逢鼠，哦，可得助，会得到助力。贵人呢？为一个大头人，后天卦进来的时候，如果是坎为水，哦，也是牢狱之灾，好，有牢狱之灾，牢狱之灾那难免逃不掉，啊，那后天卦如果回到的话，你要特别注意的哈，失去家人，家人丧失了，啊，又行险，啊，又这个所我们在上面所谓的行险，就是说做冒险的事情。你说我开赌场，我搞大家都赌头，是行险得财嘛？哈，这个。任劳任苦，这是算命要劝人家怎么做的，任劳任苦无怨尤啊。那遇到这种算命，后天卦是坎为水，知道他后面官司很多，啊，就告诉他你要任劳任苦，不要去怨天尤人啊，安分守己，只有安分守己是平安人，啊，平安的。如果后天卦那个人，你帮他算了后天卦，那个人是虎头人，虎头人，虎头人遇到后天卦的时候，这个卦只有虎头人能够脱险，好，虎头人脱险。那牛属人呢？属牛属老鼠的人呢，必陷，一定会陷到后天卦里面去，好，那就会遭凶。如果进入流年卦。如果你那年流年卦逢了坎为水，哦，必有官讼，哦，这个牢狱灾，啊，哦，官讼又走，我们去告人家，那被告会坐牢啊，或者怎么样？那个被告，哦，那一年的时候逢了秋冬吉，哦，春夏凶，哦，发的前半季凶。那如果是鼠有伤，因为我们十二生肖，好，我们把全人类分12种，十二生肖，鼠有伤，好，牛平安，好，牛平安，虎人逢之，老虎人逢之呢，哦，逢到的话反击，好，这里的虎人呢，老虎人，除了属枭虎以外，长得像老虎的人以外。好，姓王的人以外，还有干司法官的、干律师的，这种是反击啊。官律师、司法官官司越来越多，这个越有利啊。好，这反击嘛。好，那不是属虎牛的人以外，哈，其他九个生肖的人，
愚人呢，其他人呢有大限之虑。会有大限之灾。这个就好像重显。重显。重显是什么？重啊是千里，千里的险。对啊，就有的人到千，本来要去千岛湖游览，结果他是跟着这个旅行团的，结果没去，哇，好爽啊，好好，我逃掉，对不对？然后后面我到这边去旅游，做名古屋下去还是死掉，是重险，知不知道我意思？所以那一年如果你是坎危险，发现到第一个灾你逃掉了，第二个灾，第二个马上就会来，因为你认为你没有戒心的。所以那年中的话，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动，不动就平安。假如大陆我们不要去，我们去日本好了，那还是名古还是死啊？你这个人要注定要买单的，那赌个卦先看看嘛，对不对？上飞机前看看气色啊，很多很多方法可以找到。离为火，离为火呢？先天卦碰到这种人呢？先天卦这种人性喜，飘荡，无所适从，他就到处飘荡，也不喜欢待在家里面，到处跑来跑去，这个是不是？雨中鸡啊，或者是鹤，那个鸡啊，它鹤的瘦瘦的毛，腿很长啊，细细瘦瘦的，那个毛干干的。你看那个人没有下雨站在那边好像雨中的鸡，雨中的鹤一样。这种人就是这样，父流，母狮，两地相隔，跟妈妈、爸爸、爸妈分开来。但这种人呢，往往文章才艺呢，非常的出众，才艺非常的出众。比如说他训练一只猴子，帮他走街卖艺，文章才艺出，但是不聚财。这人往往都是一辈子捧个饭碗走天下，像林峰就这样子。然后婚姻方面呢，结而离，然后结了离呢，然后离了又结，婚事呢，婚事啊，无定局，婚姻呢都不会定守固守在那边。后天卦，后天卦进入这个的时候，诸位啊，你要提醒他。他一定是茫然不知所措，你要告诉他虽无方向但是你要记得行为不惧不惧啊，如果遇到危险不要怕，你危险还没有到临的时候，当你怕的时候就已经危险了，知道怕就是危险了这个去即止凶，遇到危险事的时候要静，不能停不能停，不是静就是退，但是绝对不能停止下来。遇到任何危险事情来的时候，你一止就是凶那个止的时候就是凶了那婚呢有失妻之虑太太会丧失掉。如果刚刚好那一年，这是特例的那一年寅年呢遇火有大变不是厕所里的大变，大变化财散人离那一年你刚好流年卦刚好是寅年，然后你本身又属虎或者是姓王，出现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现象。那进入流年卦的时候，流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批？心有忧虑，方向不明。那一年逢到的时候，
一样，你要劝他行为不惧方是真，不要怕。哦，听到。那个人呢？啊，我是当官的，从官的话，那一年遇到会逢案件，案件伤人。哦。然后那一年的流年遇到这个流年的时候，财路，哦，婚事，就是事业跟家庭两不及，两件事情都不会顺利。哦。那你流年逢了这种流年，你再去投资买股票啊，或投资什么的话，那都是这个自己会遭凶。中间看折三弦，哦，折三弦这个卦比较难读，啊，我核对了半天，想了半天，哦，折三弦呢，先天卦。叫做升级啊，啊，带财来，生下来就会带财，那注定呢，啊，继子成家业，如果是四年生的，啊，四年生命呢，指四年命的四年生的命的人呢，子呢一当五，啊，对，儿子会有问题。遇到这种卦的时候，这个整个他的命卦，他本身的周围的环境呢，财路日丰，啊，一天一天比一天好，田园呢，啊，必增，田园一直往上，越增越高。遇到五火，五年火年呢的时候呢，啊，婚事成。之时好，就是时间的婚事会成功，女友贵，哦，女友贵夫，男友美妻，后天挂逢告的时候，当官的人官制呢，官位会到一方之主，好，一个地方最大的百里侯，比如说市长、县长。好，院长，好，校长，但是呢，一方之主，但是孤立无援，哦，都是要靠自己，好，孤立无援。妻呢，贤妻啊，太太非常好，贤妻对你的助力大，好，但是呢，最好是内助就好了，如果外助的时候，得之，反为凶。你太太出来帮你的时候反而是凶事，太太是很好，但是出来做事情反而是凶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是你有时候害到人家你还不知道，好，好，如果是女命，逢之，女人的命呢，逢到折三弦后天卦的时候，助夫反害夫，好。你遇到这个卦拿起来给那个人看，那个他已经看得心有戚戚焉慌，所以这个卦比较难读。流年卦，流年卦逢到的时候，这个就是好我们的生差了，凭空而得。哦，全入位，那空中有一拳嘛，哈、哦，凭空而得全入位。你是商人做生意的人，三人逢之呢，得财，啊、哦，会赚钱赚很多，得财。女人呢，升职，啊、哦，女孩子的升官。如果是官人。啊、哦，当官的人逢之呢，啊、哦，虚退，啊、哦，要赶快退下来了，啊、哦，否则遭凶，啊、哦，官人逢到当官人逢到流年卦折三弦的时候，这个官位呢一定会这样子，官位呢到顶，那个人走到山顶上了嘛，
三天之后到顶了，下面就要走下坡。每一个人的命官位一定会有到顶，不然每一个人干公务员都干到总统去了，对不对？一定有到极限的嘛。好，雷锋痕。好，很久不变，这个很好，持久。这个先天卦，好，如果算到的时候，遇到这种哈，枭属两口人，好，枭属属的或者是两个口的人，啊，早年入空门，啊，为什么会入空门呢？因无日头，啊，看不到太阳。那先天卦是这种人呢，一定是明心见性，好谈法，这个说法谈经啊，好谈佛经，说法谈经，这种人呢身具佛性，啊，生下来就具有佛性。那遇到这种卦的人呢，到后来啊，此生呢。不入官家门，如果他不走公职人员的时候，哦，必然呢为僧侣，哦，就是做僧侣去了，啊，后天卦，后天卦遇到这种人啊，当官的人，他刚好逢到这个卦，他刚好遇到他当时的。政局不明，啊，为什么不政局不清呢？因为军不明。比如说，你刚好你是在这个区公所里面做事情，结果你那一年流年刚好封了雷锋痕，这个区公所的那个所长呢，啊，就是这样子，会遇到这种情况。好，那比较严重的时候，好，这个。严重的卦的时候，哈，比较严重事情发生的时候，叫做身入空门呐，免遭凶。好，身入空门免了。然后，那你说，那你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出头天呢？带得，啊，带得子年呢，方出头。要到子年的时候才会出头。子年出现的时候，有凤来仪。好，明显。明且吉，好，有凤来仪。流年卦逢到他的时候，逢到雷锋痕。流年逢到的时候，哈，这年呢，婚事成。科甲无，好，婚姻会成，但是考试可能不会成。官运变动，当官的人呢会变动，那变动呢，远方吉，到远方去会比较好。就像以前连战20年前跑到外地去做大使，现在20年就重新回去，对不对？今年机会就有了。来流年逢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当官的人呢，看似升官，实有险。哦，所以你不要在本地升，到远方就急了嘛。来讲乔木，我继续待在本地还是到外地去？那你选择外地，哦，选择外地。特别提醒他，早早脱身啊，好，哦，免遭陷。不脱身在恋战的时候，啊，哦，就会遭到陷害，啊，哦，遭到人家的陷害，这都是定数哈。诸位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包括紫微斗数、紫微八字，通通所有的我们易经天命的流年，全部占只占了加起来才占1/3哦，你不要把它当全部啊，
了解我意思吗？像我们遇到一下岩间道或地那个地脉道，一下把它改掉了。哦。最后看天山屯，好，屯卦，好，屯卦出现。屯卦出现的时候，哦，先天卦，腹部全，无意败，哦。盖头，高额有，盖头高，盖头高额有啊。这个人呢，成格，这种人就成格了。这个盖头呢，姓高，盖头宋，盖头，好，玉有没有？而有，都是好，你们会以此类推。我只是举例给你听的，好，这是图上面写的，我尽量让你读出来，因为你要灵机会看，好，有险有阻，劳多功少，好，一般这个成格的就不是这样子啊，好，那劳多功少，半母又多病，好，半母又多病。中年失官，好，中年失官。那以前的图上面写的是九楼啊，九楼成，九楼可解，九楼就是以前的饭馆嘛。那现在就讲的是什么呀？餐饮，好，我把它改掉了。你这名称不一样嘛？你知道他到九，你们以前那个九楼啊，好，青楼啊，好，餐饮级。女命逢之啊，女人命逢到的时候特别注意哈，中年上楼，后天卦，好，这个中年上楼诸位知道什么样子的吗？哈，女孩子的命逢到后天卦，后天卦天山屯的时候哈，女命呢，好，夫先师，哦，丈夫先走。辛劳成家，就变成他一个人了，就不会再有婚姻的哈。外主内险，外有主力，内有险。如果是男命呢，男人命逢了这个后天卦的话，辞官归隐，哦，辞官归隐，无所事，好，无所事。那如果他无所事事的时候哈，你看到那个人毛笔写得很好，或者中华文化的才艺很好，你要小心了。哦，中华文化的精神很好，没有关系。哦，文化国画都属于中华文化的才艺很好。哦，这就麻烦了。这个卦还有呢，求财遇险，做生意的人哈，遇到这个后天卦遇到这个的时候。求财遇险，好，遇险，遇险了以后，我们说啊，你要防人啊，防人不成，防人照样不成，好，渔业平安，打个框框在后面。如果他刚好是捕鱼人，我养鱼温，我养什么的，那个没有事，好，平安。流年卦。好，流年卦逢到了，流年卦逢到天山的话，特别要小心哈，这是叫父兄之年。官运呢，停淡停滞在里面，好，当官的人要特别小心。好，财路，钱财没有，好，财路没有。这个我们推背图里面有个南山有鸟北山去，好，北山去，这个显在什么？南山，好，显在南山，
女命呢，女人的命逢到的话，哦，碰到这个时候丰胸，哦，先生不好，事业不明，哦，就是不想要做什么了，哦，像遇到这种灾的时候特别要小心，险中有险，哦，险中有险，我们遇到显示的时候哈，遇到命运不好的时候，停滞的时候哈，不管他的命卦是什么，不管他的八字是什么哈，诸位永远记得，你去学东西学习啊，哦，学习任何东西通通是平安的，哦，就是这种。